投币开整。简单的来个三技。大哥的分没写上了。好，出门遇了两个 boss， 先别怕啊，找找 boss 的破定。出来先观察哪个 boss 是后退的，黄盖是后退的，暂时可以不管他了啊。利用这个二三六 A 清兵，黄云清兵就算。好，被黄盖干了，扔个仙笔，他揍他，黄盖卡住了，暂时就可以不揍。好，然后继续。再用仙笔，主要是清这个桥。好，结束，把他杀了，就剩俩 boss 了。先杀这个曹彰，再杀这个黄盖，完事。都是后退的啊，大哥，这么玩不好玩啊！站在他俩中间，左右分开，然后先身体 ，A B 躲一下，压起身，趁黄盖没来，揍一遍曹彰。黄盖彻底卡住了，完事儿。然后黄盖还可以不用管他啊。然后来了又来俩，别慌，现在能杀的九绝杖，杀这小子，再九绝杖出去，然后给一个毒气，给一个必杀。好，现在连黄盖都死了。然后这俩怪千万别着急杀忍者啊，因为再杀一个就刷怪了，所以说杀陆续。哎，忍者来了就不打，思路一定要清晰。DA 把忍者放倒，我操，放倒一起了，站到这儿，再把陆续放倒，再把忍者放到右边，完了钻他，大反正。普通难度先利用这帮怪出门闯，大反正。好，这样陆逊就快死了，忍者可以死了，陆逊可以死了，完事。五六个 boss 轻松处理。然后黄石公给大驴杀了，要不不好清。然后这一怪没死，修剑杀了，看不着。每个道具快速击杀每个小兵，剩他自己了，打个装时间器的连招，完事。打 boss 连招就这一个，一直钻，走。然后进屋观察一下，这个大虾厉害，不好打，直接扔黄人弓。我要电大侠，这个小兵死不死无所谓，语数捡着，合适必捡着捡剑，然后继续黄石弓，绝杖捡上，捡不上拉倒，毒镖直接把他清了啊！一定要让场上就剩一个 boss， 完了先捡道具，再打仗，然后把这个扔了，先把战友金捡上，战友金比那啥厉害一点，然后袖剑六 A 六 A 撞东西啊，撞东西就用这招就行，三撞连招，然后再打个袖剑气收两撞连招，血书就来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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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现在这个接管就可以不捡中令了，暂时二十级了，这个小令一用就二十级了，捡不捡都那玩意儿了。上令。啊，这个难度之下黑铁甲没那么厉害啊，所以说先扎扎点分，不厉害吧，还反正秒不了你无双，但是这个血量就不能再扎了，这血量下一个无双就死了，然后用一个这个黄石弓把小杀了，司马懿先捡着，好杀他，捡这个看看刷什么兵，
龙哥谁先比？漂亮。然后把这傀儡扔了，换沙漠壳，能打关机，然后换那个扎他们。可以啊，哥们儿 ，B 站卡之后还换 B 站，精彩。开闸，换回来吧。吃个心爱的加血，你会吃，你躲了点。打驴撞 A 三下，回头四下，转圈向上 A， 一套完成的连招。打驴专用连段，我怎么这么多令牌呢？玩这个人一定要捡个剑啊，千万别捡那个腰带。小剑捡上。哎呦我操，你看我乐得快不快？这波就看点反应了。但是语数扔出来只能保命，不解决大问题。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吕布电他。像前期碰到这个武神带别的怪，千万别吝啬，吕布直接扔。然后这种情况下吕布就可以打分了啊，因为扔出来就为了电武神，剩下就可以前 A 后前 A 就打分了，就被电了。然后绝杖捡上备用，往左连，左边有枪，哥们儿，我告诉你八百遍了，卡是网站有毛病，你就和我说八声，我还能管呢，哥们儿啊，怎么这么犟呢？我哥们儿，我要能管了 B 站卡不卡，我还在这干直播干啥啊？我挣点大钱去不好吗？好像我骗你似的。接待道具，轻生一个下会员，然后绝杖痛一下，武器最低，先杀他，不管下会员，因为这一怪一下子把你秒了，下会员打你两下没事。毒右毒左，操，没毒上，不好意思啊，那江湖帮我取笑了，先让一命，每个飞盘。完了，这怪就可以不杀了，问题不大。然后出门搁草场扒拉扒拉，先讲个命，张飞，张飞有点危险。莲花清兵，一击归地，不交归地，干。所有直播间都扛，难得来个明白人啊，真不容易。然后换曹彰扒拉分，先把蛇扒拉死，先杀危险怪，剩下就是加分环节了，能扒拉多快扒拉多快。隐身衣要捡，换回来捡隐身衣，然后像那种抽奖抽不抽就 没什么用了，因为这个咱要捡剑啊，抽出来的天数都没有用。然后这个地方司马懿别惹他，咱就用这个曹彰把剩下的分扒拉干净就完事了。哎，换回来，捡个飞盘弃手，掉头就跑，看看着。继续扒拉。先把命讲上啊，省着出宰什么秒杀的怪，怪给咱秒了。好了，无敌了。把这莲花捡上，然后扔毒气把大侠熏死，把铁甲控住，先杀铁甲，永远先杀威胁的怪。莲花九个马了，任务完成啊。九莲花任务，先扔个莲花清个蛇，咋一把剑都有了？不得，抽奖撇了，换曹彰，曹彰打曹彰伤害加成，
先把他扫着。然后抓人转捡捡都无所谓啊，因为这个情况之下有这个啥了，有这个沙漠科打关底了，招不招安就问题不大了。然后他随便挖了就行了，人一跑，随便压着起身，傻子一个，我操！好，然后继续用这个令牌扒拉扒拉分，分的话就用令牌打就行了，打的又快又不磨叽，比那个一顿钻得多了。这游戏经常这样，你玩拿剑的就像我现在这个逼样，夸夸爆输；你玩黑腰带的就夸夸爆剑，常态了。莲花青蛇，然后把这吕布用了吧，吕布有点占格了。好，然后继续。叫曹彰先把隐身衣捡上啊！完了，曹彰上，发了，往死发了，动书，游泳道具捡上，完了继续扒了，一直扒了都剩两个冰刷怪，所以说剩这俩人一定是孙姬跟这个关羽。然后这是 A 前天 A 群攻的办法，清兵用这个弹盒用完事，上你点上下来把这怪清了，这怪最好让他上了，等一等啊，别着急，等着天俩上来打，扔个莲花，好换沙漠科，没有沙漠科的话就一顿必杀啊，三台 A 就完事了，有沙漠科就有沙漠科的招，他就一个没怪对着一顿笑就行了，没有的话七个必杀也打死了，七个三台 A， 然后就在刘备身上撞个大嘴，七就满了，好用完一个换上下一个，笑下刘备，然后下一波再笑一下阿斗死了，完了等这个孙姬起来再把他们仨全笑死，好这个阿斗的任务完成了，咱现在捡阿斗扔阿斗捡阿斗扔阿斗捡阿斗捡阿斗捡阿斗完事，九阿斗九莲花无敌了，还行，这关挺好啊，这关有兵剑，兵剑大多数地方都能用上，咱先把沙漠科用了，因为剩一个了，没什么存的必要了，后边再捡，先把格腾出来，好捡隐身衣让军水凡起手，然后先用少的令牌，这个前天也左右扒了，既能清兵又能打分，一举两得，鸡腿续上，单个 boss 钻他，他还挺快的，打飞之后往左上角跑卡兵，完了把最后这个令用了，没用了，现在最好是有个大印，附加一个阿斗的时长，来调上阿斗啊，准备阿斗，一把剑都不爆是吗？我这六级枪，换，撞啊，一下一个，清兵效率又高又安全又加分，哎呀来了得劲儿，
刷完再捡啊，别着急。好，无敌一半了，再换阿斗，一个飞盘扔我脸上了，我操，他非得打你两下，别人都一下，你必须两下，然后开始出，千万别站着刷兵那个位置出，容易刷一个什么夏侯渊啥的直接干死，离那地方远点，然后先出这个大狗，啊，先打血多的，看完整，剩四个就刷 BOSS 了，先把地下的打死。好，死了之后换回来一个必杀，太长躲笑轻巧，完事，只剩 BOSS 了。然后正好这个怪怕包剑啊，你要是没有包剑，你用阿斗也行，阿斗也能打他，撞跳就能打，看完整，撞跳连击就能搞定。然后换回来捡个那个啊，抽奖捡不捡就无所谓了。昨天睡着了，没事，大哥，你等我一会儿啊。昨天我没打，看你睡着了。今天我给你来上啊，等我打完黄莹莹的，别干啥去？等我一会儿啊。睡眠质量不错啊。然后像这个你可以捡上，因为暂时现在有壳。然后包里这个道具已经全够了，道具数量，小道具不缺了，捡点大道具完事了。然后这个地方千万别用群体招啊，就用爆剑杀就行了，没有爆剑就算就行了，用阿斗也行。锤子这个关键道具，这个节骨眼上可以把这个扔了，这个合适币主要是拿爆剑用的啊。牛泪拿七星剑就留一个，你可以把那个大牛扔了，用 AB 开门都行。我不喜欢七星剑就不捡了，直接就撇了就完事了。好，出发。最好调个战斗机啊，出门能保命。有厉害的怪就扔，没有就拉倒啊。比如说那个脚底下的蛇是蓝色的，就直接扔战斗机，摁住地。没有就换阿斗出，阿斗能干倒一切。出了钱，哎哈哈哈哈！哎呀宝贝儿，哎呀宝贝儿，好躲司马懿跳跳，没跳着，先把貂蝉打死。哎呦我这貂蝉，哎呀这貂蝉撞跳连击，想干倒走着出发。大花续上走，调好这样，哎没进去，还跳着急啊，身边刷怪调着急保命，这无所谓，踢脚踢一脚，然后没有火箭杀阿斗啊，因为这阿斗打吕布伤害高，撞一下就完事儿。但是头盔丑都别丑啊，根本就没用。哎，撞一下就完事儿。能连招最好啊，连不了拉倒。像这个小包子太小了，除非你特别缺血，像这个情况就不用吃啊。吕布打死完再考虑吃。捡上，这俩捡上。好了，继续再来。哎呀，砸我脸上了吧？睡着了，没事，今天一样。出，像这个加血也不着急吃啊，因为现在血量不危险，吃不吃都无所谓。好，就阿斗先把小兵都打死，上面还有一个，往上跑，没了，完事。然后准备调刀具洗手了。等他俩分开点，司马懿下来，飞盘起手，没打着，再等他下来，飞盘再起手，六六 A 一段六 A， 这个可能小有难度啊，这个一定保证六六 A 是一段六 A， 要不然爆剑撞他就死了。然后把司马懿扔一个，捡俩，捡这个，然后打他，你看正常六六 A 是两段啊，两段的话司马懿就撞出隐身衣了。需要点对人物的把控。好，无限拖半瓶，最后动物叔拿司马懿完事，控好血量啊，别打太极限啊。哎，比如说像这个血量就不打了，就完事了，七千多。爱心单金。动物叔，追，抓鸭子环节到了，完事。好，
然后这地方换这个大牛，看没着，顶就完了啊！教你无伤开门，但是太磨叽了。我去翻这个木桶机器的。然后那个大牛正常剩一个，搁里边还能无伤捡一下这个冰剑啊，但是没啥大用。莲花，快清！这时候直接，我操，太缺招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我的洞叔 ，AB 一下放倒，先捡洞叔，再捡莲花，非凡捡不捡无所谓。然后先把冰剑捡起来，啊，捡起来的话杀沙漠哥快点，省着磨磨唧唧。六六 A 六 A 六六 A 下 B A 死了。